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今年103年的挑战题哈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这个题目呢是要求是印出某年某月的日历。好，这个计分标准呢是你要在，如果你已经做完，你要在2014年11月31号晚上11点59分要上传你的程式码。那计分标准呢，如果只有一个人答对，学习成绩加5分。如果是2到5人答对，好，成绩学习成绩就加上5除以，好，答对的人数，6人以上的话呢，就每人加1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的要求，就是当你输入一个西元的年跟月份，好，比方说你输入2014 11，代表你输入的是2014年的11月，那你要印出2014年。的这个月历，那你这边的话，月历的话呢，上面是星期天，好，从星期天、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这样排，然后这个2014年11月，好，十一月它的这个日历呢，是从这个礼拜六，好，1号是从礼拜六开始，然后它一共有30天，然后呢，2000年呢，它是的5月是从1号是礼拜一，然后。五月一共有31天，然后2020年呢的8月，好，它也是一样，礼拜六开始，然后一共有31天。那你当你做出来之后呢，你必须要跟这个我们 Windows 的这个来做一个对比。那像2014年的11月，好，就是现在这个月份，它的礼拜六是从1号开始，好，所以这个日历是一样的。那接下来呢，如果你要去检查2000年的5月的话，就点好2005年的5月，好，它是2000年的5月，好，它是从礼拜一开始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从礼拜一开始，然后2020年的8月的话。8月，好，它也是从礼拜六开始，好，1号从礼拜六开始 ，OK， 这边没有看好，再看一次，8月，好，从礼拜六从1号开始，好，你就把它印出来 ，OK， 那最后呢，我们再确认一下，比方说我们来找一个闰年，2016好了，2016的2月，它是闰年，有29天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挑战题好的要求。那这是计分标准，记得11月31号截止。OK。